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好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，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57页倒数第四行，看念老的注解啊，这都借着前面的其他法门，全凭自力，末世修行多诸障难。其他法门，净土以外的啊，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全凭自力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啊，那么这个法门是全靠他力，他力是阿弥陀佛。也是全凭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，所以这个法门是他力法门。除这个法门之外，所有法门都是属于自力法门，完全要靠自己啊，靠自己。在现在末法时期，斗争坚固，虽然没有说到基础，它确实产生严重的障碍。啊，让我们没有法子修行。啊，他斗争我，我不斗争他。啊，他还是不会饶恕你，一定干扰你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得不到清净心啊，让你在一切时一切处所长生烦恼。啊，
常存忧虑，你的道业怎么能成就？啊，末世修行，多诸障难，这是我们亲身体受的。这些障难有没有过去？没有，一波过去了，一波又来了。这是眼前的事实真相啊！就是念佛都有人障碍你啊，但是念佛这个法门障不住，障碍我口不念，我心里头念啊，这个障碍不住。那我们看到来佛寺的几位大德，在文革十年不许念佛啊，这一些大德们他们心里念佛，口不念佛，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了，不准拜佛。夜晚大家都睡觉了，他起来拜佛。这个法门比其他法门方便了。啊，下面例如楞严，举楞严做例子。啊，楞严经中，光明行人与禅观中之五十种阴魔干扰，在楞严经上讲的。啊，五阴。色受想行识，每一条下面，佛为我们说出十种魔境，就是障碍。啊，色有十种，受有十种，想有十种，行识都有十种，五十种。这五十种啊，任何一种靠自力都很难通过，何况五十种。所以末世修行没有人能证果啊，世尊正法一千年有证果的啊，相法一千年没证果的，有得禅定的啊，末法一万年，当然没证果的，也没有得禅定的。现在修行人心浮气躁，啊，心浮气躁的心念佛都不能往生，啊，只是跟阿弥陀佛结一个法缘，来生后世遇到缘再修，
什么时候能往生？时间很长很长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，古大德告诉我们，无量劫来，稀有难逢，啊，不是那么容易遇到的。我们这一生的人生，闻佛法，遇到净土法门，特别是遇到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本的这个经本，又遇到黄念祖老居士为之集注，这个因缘无比的稀有难逢，我们遇到了，遇到了，只要用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恭敬心来接受，依教奉行，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在这部经上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真实不虚，我们要尊重，要敬仰，要深信不疑啊，依教奉行，把经上讲的道理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，经上讲的方法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，以这个功德求生净土，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，那么念佛人会不会遇到魔障呢？会。念佛人对付魔障有一种方法，魔不能干扰，这个方法就是阿弥陀佛。我们真正发心念阿弥陀佛，声声佛号啊，都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。我们要相信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二十五位菩萨加持念佛人啊，头两位菩萨，第一个观世音，第二个大势至，观音势至带头啊，率领二十五位大菩萨日夜护持，不吝魔障现前啊，问题我们真干了，只要我们自己有信愿持名，
就能得到感应。啊，我们真心真愿，这个世间万缘放下，如果对这个世间还有一点贪念，还有一桩事情放不下，这就是正见少舍。信愿持名是我们的标准正念，啊，永远放下妄想分别执着。如果有这东西存在，即入魔土，你就脱离不了魔掌，魔控制你，你想往上升，实际上魔在干扰，让你堕落，你自己还不知道。我这两天抽了一点时间，听听潮州谢总最近这两三年不断的在办讲座，啊，度了不少人，啊，特别是监狱里的这些受刑人，听了七天苦，都能够觉悟了，改过自新。啊，真正能够反省自己，过时不在外面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啊，囚犯不打架了，不争长论短了，啊，对人有礼貌了，说话很客气了，这很难得了。什么力量？啊，我会每天抽一点时间，把他七天的课程听完。既然这种论坛有效果，我们就得认真学习。啊，他的论坛没有老师，完全用光碟教学。啊，那我们得到这一套光碟，在自己家里，啊，每一天找一点时间让全家人来学习，等于你们全家人都参加他的论坛了。啊，认真学习，这一家人都会去开悟，都会回头，啊，帮助大家。断恶修善，转迷为悟，
希望每一个人学了之后身心健康，幸福美满，家庭和睦啊，事业顺利，社会安定，世界和谐。啊，大有功于社会国家。啊，光碟可以大量来推动。我看了两篇，很受感动，这好事情。那我们这个地方，各地同学常常到这边来访问，啊，到这边来，我们一起看这一套光碟，我们也参加谢总的讲座啊，这个论坛，如果我们看到很满意，我们就要推广，从自己家庭开始，从自己亲戚朋友邻里乡党开始，啊，认真努力学做好人。啊，他的教学宗旨实际上就是四句话。劝大家存好心。说好话。行好事，做好人。啊，人只要能做好人，才能保住人生，来生不堕三途。这个福德就大了。啊，人是好人，幸愿持名必定能生净土。那无逆施恶，回心向善，他也是好人啊。啊，那么其他的法门全凭自力，得不到弥陀本愿的加持，所以稍稍有一点分别之处，真见就没有了，自己陷入魔道，自己并不知道，所以求生反而堕落了。啊，幕后总结，是故其余诸法，84000法门，名难行道。啊，对称这个法门是易行道，我们再看下面一段。
念佛法门，行人发心念佛，仗弥陀本愿摄受，威神加持，护持行者，魔不能扰。啊，摄往生经云：若有众生念阿弥陀佛，愿往生者，彼佛，彼佛就是阿弥陀佛，就派遣25菩萨拥护行者，一切时一切处，不令卧鬼卧神得其便也。啊，也就是这些卧鬼卧神不能干扰你。啊，你有护法神保佑，这些护法神是菩萨，带头的是观音是指。啊，念老注解里头的原文，但念佛法门同于灭法，是他利门，属于果教。因果理论、现象，我们不能不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为什么？事出世间法，古圣先贤都懂得，从什么地方学习起，也就是起点在哪里？在因果。啊，真正懂得因果的道理，明了因果事实真相，这个人决定不会有恶念，决定不会有恶的行为。啊，为什么？他知道不善的言行果报很可怕，潮州谢宗办办英国教育这堂课，他很巧妙的用日本江本博士的水实验，让大家看到我们起心动念谁知道，我们的善念他回应的接近非常之美，不善的念头很丑陋，让每一个人
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跟水洁净对照一下，起了畏惧的心。啊，这个实验让我们冷静去思维。这是近代科学的发现。啊，那从中国，我们老祖宗在佛陀经教里头都给我们说得很明白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这个世界是天堂还是地狱，决定在我们的念头。地球上的居民，大家念头都是善的，与伦理道德相应，这个地球就是天堂。如果地球上的人起心动念都是恶的，都是自私自利，都是损人利己，啊，没有孝悌忠信，没有礼义廉耻，也没有仁爱和平，这个地球就是地狱。那我很佩服谢总，啊，他能够想到用江本博士科学实验来说明这一桩事实真相。啊，那么大家看了，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身心健康，幸福快乐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只要心地善良，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的，实际上就是十二个字：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这四科啊。啊，归纳起来总结就十二个字：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。啊，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。没人讲了，大家认为中国古代东西都落伍了，跟不上时代，啊，这个东西都不要了，社会出了问题了，啊，地球上产生灾变，灾变绝对不是自然现象，是我们不善念头之所感召。自然都是美好的。啊，随顺自然的规律就是道。啊，一年四季，这是自然的。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，这是古人随顺自然。现在科技发明了，美其名为进步，
啊，人有力量用科学技术改变自然。美其名为人定胜天，天就是自然的，你能够胜过他？真的胜过他了吗？啊，气候变成异常，这是人为的，不是自然现象。啊，水灾、旱灾，古大德讲得好啊，特别是佛经上非常明显，贪心感得的是水灾。这个地方的人没有贪心，这个地方人不就不受水灾，诚会感火灾，地球温度上升，啊，火山爆发。会来的，愚痴感得的是风灾，傲慢感得的是地震，怀疑感得是山崩地陷，山会倒下来，地会突然陷下去，啊，山崩地陷，古时候有，很少啊，现在很多啊，啊，特别是地陷下去，这个现象古时候有，很少，现在很普遍的，到处都有。不是自然灾害，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不但谁知道，美国用意念治疗的修兰博士，啊，到我们这个摄影棚来参观，告诉我们，我们起心动念。坐椅板凳之道，不仅谁知道啊？坐椅板凳之道，墙壁之道，天花板之道，地板之道，没有一样不知道。你能瞒过谁呀？只是瞒自己，欺骗自己。啊，天地万物是有机的，活的，不是死的。啊，山河大地通通知道。啊，秀兰不是佛教徒，他是跟檀香山土著学来的，啊，里面的原理跟佛经上讲的相同，啊，用这个道理来治病，效果非常显著。
啊，他治好几千人。最难得的，他跟病人不需要见面，几千里路之外也能把病人治好，有这个本事啊，完全用念力。念力落实在四句偈，这个四句偈就是他的方法，就是他的秘诀。啊，治病的时候，把病人跟自己观想成一体。啊，所以他只需要病人的简单的资料，病人的姓名，出生年月日，现在居住的地点，啊，再就是病历，把病人跟自己观想成一体，那他的病就是自己的病，自己用清净心把自己的病治好，病人的病也就好了，不需要见面啊，看到非常神奇，非常有效啊，治疗的方法每一天30分钟，半个小时，要连续做30天，病就好了，不要医药。啊，四句偈，在半个小时当中念这四句话。第一个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把你照顾好。啊，病在什么地方？要想着啊，我的饮食、生活习惯，不小心让你得病了，啊，所以对不起。请原谅啊，谢谢你，我爱你，就这四句话啊，用中国字12个字念半个小时，念是用清净心念，跟我们念佛一样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念半个小时，每天做半个小时，30天之后，自己病没有了，对方的病就好了。啊，用自己的念力，用自己真诚的爱心，感应不可思议啊！生病的人在远方啊，啊，居然这一个月之后的病就没有了，不用吃药，不用打针，啊，自然病就好我们看到来福寺
这几位真正念佛人，他们的事迹，有一段类似这个事情。海贤法师没出家之前，他20岁出家的，18岁那一年，他的腿害了一个毒疮。母亲给他找医生，给他求药，都治不好。他虽然年纪小，他明白了。这个病是冤业病。古人所谓，妙药难医。冤孽症所以他就放下医疗了，跟他妈妈讲不要找医生，不要再为他找药听说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他放下万缘，一心专念观世音菩萨，念了一个多月，这个病自然好了。我看到这一段，想到修兰博士念力一心专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病就治好了。那么有许多人。生了重病念观音菩萨为什么治不好？他的念心不真诚，不专一不诚不敬，希望侥幸，这个不可能你说是观音菩萨给你治好的，没错，你用他的方法，实际上是你自己的清净心，自己真诚恭敬，没有杂念，这样才好。有理有事理事都搞明白，你就一点都不怀疑了。真正相信，可以原力一切医疗，自己得什么样的病都行，都能治好那么佛在大乘经上常说，这一句阿弥陀佛是阿切陀药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念阿弥陀佛什么病都能治观世音菩萨能治的，难道阿弥陀佛不能治吗？阿弥陀佛既然能治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本经叫我们遇到极难恐怖一心专念观世音菩萨，菩萨会帮助我们化解？为什么？因为中国这个地区信观世音菩萨的人多他有这个习惯了。世尊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你就老实念观音菩萨，不必改于是我们就知道，你常念阿弥陀佛，就不必改念观音，
一直阿弥陀佛念下去，确定有灵验啊，会产生效果啊，总在信心坚定不移啊，就产生不思议的效果。来佛寺的三老一定要把海贤老和尚的母亲算进去。三老啊，海贤贤公的妈妈啊，跟他自己三个人都是一句佛号，不夹杂任何一个法门，啊，他们才是真正的标准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。啊，海贤老和尚92年了，他20岁出家，师父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，他听话，他真干，92年没有中断。念佛不碍事啊，他的事就是农耕，在乡下开荒，土地都有主啊，荒地没有主人啊，开荒，开出来之后种粮食，种蔬菜，种水果，自给自足。啊，吃的东西不求人了，自己有体力，身体好，年轻，又非常勤劳。一生当中开发的荒地100多亩啊，小庙里头只住4个人，啊，那么他的农作物的收获非常丰富，4个人吃不完了，啊，多余的太多了。布施给农村里头贫苦的人家，啊，送粮食给他们，送蔬菜给他们。啊，照顾成千上万的人，这是功德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布施，不求回报，这就是功德。啊，布施要求回报，就变成福德了，不求回报。
这是我们应该向老和尚学的。老和尚给我们做主，末法在现前这个时代修行最好的榜样，不求名，不求利，啊，什么都不求，住在乡间这个不起眼的小庙，没人住的。啊，他在这里安身，在这个地方念佛，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日夜不间断，工作不妨碍念佛，我们有理由相信。像这样的根性，这样的善根，取得西方极乐世界3年足够了。地贤老和尚的徒弟格鲁匠念佛3年，站着我走，啊，海贤老和尚的母亲坐着我走，都是自在往生。啊，他母亲86岁，往生前包水饺供众，啊，特地把他的女儿、侄女这些很近的亲人统统招来。啊，在一起吃饭，欢欢喜喜，啊，吃完之后，他在椅子上盘腿坐下来，告诉大家：“我走了。”就真走了，表演给大家看呐！啊，一生念佛。没有学过经教啊，就是印光法师所说的，真心切愿，老实念佛。啊，求生净土，佛来接引他。他欲知是智，本来住在来福寺。啊，他也想表演给他的家人、亲近家人看看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走得那么自在。那么潇洒，欢欢喜喜的走了。啊，当时条件很差，生活很艰难。海贤法师只用一个薄薄的板。给他订了一个棺材，
啊，草草的就埋葬了。先老对这桩事情念念在怀，觉得不亲母亲，但是不是不孝顺，实际上是条件限制做不到。所以他妈妈往生之后8年，环境好了，他就想着把他母亲改葬啊，立碑做个纪念啊，把坟墓挖开，打开棺材来，人没有了，棺材里头只剩几根钉棺材的钉子，人不见了。这不是凡人呐，凡人做不到啊。啊，他到哪里去了？他真的什么都不留。连身体都不留啊，所以来福寺不是二圣，是三圣母亲表法这一招太难得了啊！打开棺材人没有了，我们过去听说大魔祖师表演这一招，啊，大魔祖师圆寂了，也是埋葬，啊，可是过了几个月，有人从西域回来。啊，告诉大家，他在西域遇到大魔祖师，啊，说他穿了一只鞋子，另外一只大赤脚没穿鞋子。问问这个日期呢？哎，正是大魔祖师走的那一天，明明。在此地怎么会在西域呢？于是大家把坟墓挖开，棺材打开看看，打开人没有了，里头有一只草鞋啊，证明这个人见到大魔祖师，他不是守望鱼啊，确实留着一只草鞋。他看到是一个脚穿的，另外一个脚大赤脚没穿鞋，这个做证明的，真走了，仙宫老母亲是不是菩萨化身也很难讲啊，总而言之那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到的啊，离开来福寺回到老家，这欲知是知，他知道什么时候走啊，没有告诉别人。啊，说走就走。
那么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真的幸运持名求生净土，这三个人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。不求名闻利养，吃苦耐劳，持戒念佛，果报如此的殊胜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事先给我们看的，世尊讲经，祖师大德们注解，都在这个本子上。啊，黄念老给我们收集的，全在这个本子上。我们在这个本子里读到、学到，来佛三位大德，他们做到了。啊，细细观察，《无量寿经科注》里面每一章节、每一句话，我们冷静观察，来佛三老通通做到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得到这个信息，得到这篇光碟，这是学习《无量寿经》的总结。啊，这一篇光碟，啊，不算长的这篇文字，我们要把它当作《无量寿经》来学习，我们要真干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三老能做得到的，我们也能做到。关键在放下，真放下了。啊，持戒，早年我在美国净宗学会，在美国成立，我写了一篇缘起，当中提出持戒念佛。啊，戒律我们只选了五课，敬业三福是学佛最高指导原则。佛说得很清楚，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。啊，三世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一切菩萨成佛都要遵守这三条。啊，这个是戒律的根。啊，三条，第一个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这第一条。第二条讲的是世间善法。啊，我们讲
孝亲尊师落实在《弟子规》。啊，《弟子规》做到了，这两句就做到了。慈心不杀落实在《感应篇》，因果教育。啊，有这个基础，十善业道啊就不没有问题了，很容易啊，你就做到了，不难。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没有前面这个基础，十善业做不到啊！有名无实啊！啊，在行门里头，第一个科目，第二个科目是六合，三学六合，六合敬，啊，家和万事兴的，不和就完了。啊，今天佛法衰，衰在哪里？不和。啊，为什么不和？伦理道德、圣贤教育没有学过，不能怪他，没有人教他。啊，他不是再来人啊！中国传统教育丢失了200年了。啊，他不知道，不能怪他。佛在这个经上讲得很好：先人无知，先人他的父母。他的祖父乃至于他的曾祖父都不知道啊，无知不涉道德啊，无有余者，没有人讲给他听，所以他做错事情不要怪他。我们要责怪他，我们错了，要怜悯他，要同情他，他很可怜，没有人教。啊，做再坏的事情，都不要去责备他。啊，我们要做好榜样，慢慢去影响他。啊，他能接受，要好好教导他。他不能接受，就随他去了。啊，过人造业，过人成道。啊，业因果报，丝毫不爽，全都是自作自受。啊，怨天尤人，那是罪加一等。我们要责怪别人，心里就失掉了慈悲了。啊，不但没有慈悲心，也没有智慧。啊，智慧是了解事实真相，有慈悲心，有同情心。
啊，佛在这个经里头方方面面给我们说得很周到啊，讲得很圆满的。那念佛法门全凭他力，同于密法，密宗也是的，完全要凭佛菩萨护法神的加持，是他力门。那都是讲清净心的法门，无量无边，但是走到最后到达目的地只有三门，啊，譬如我们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在这个地球上从四面八方来，门路很多，但是到达学会了，你能进门进来只有三个门，这三个门觉真进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走绝门，上上根人啊，绝大多数中下根人走的是正门，绝正见正门啊，依照经教修行，渐渐向上提升，放下秽土，这升到净土了，走正门，脚下的迷跟净土，他走的是净门，清净心。那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就能进来，心净则佛土净啊，前面两门是自力成就的，这个净门是他力加持的，不一样啊，完全靠佛力加持，但是自己要用清净心，所以心净则佛土净，心要不清净，佛加不上。临命终时，圣念一念往生，也是清净心起的作用，他最后的一念心不清净，他有夹杂，他有妄想啊，他就进不来了。所以念佛人多，往生的人不多，原因是什么？心不清净啊。决定你能不能往生关键在此地，所以放下就太重要。念佛必须一切放下，往生到极乐世界一样都带不去啊。净宗教待业往生
是带旧业，不能带新业。旧业是过去的。啊，昨天造作的也是旧业，我今天不造了。啊，我今天清净，今天能往生。昨天还造了，昨天不能往生。啊，这个说明为什么有人往生，有人不能往生。啊，这个法门到最后放下就是彻底放下。啊，不能彻底就不行啊。啊，那么真正发心念佛，佛力加持，你那个心要清净，你那个心要专一，啊，决定不能夹杂，才有感应。啊，像《十往生经》里头所说的，若有众生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者，阿弥陀佛就派遣25位菩萨拥护修行人，一切时一切处，不令卧鬼卧神得其便宜。你的冤亲债主找不到你，有你护法神保佑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但念佛法门同于灭法，是他立本，属于国教。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果，法藏比丘证得无上菩提，是佛的果号。我们用果做因啊，所以行人发心念佛，我们用对顶念佛的方法，一句接着一句。黄念祖老居士往生之前半年6个月，他告诉我，他一切放下了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每一天念佛14万声，14万声是怎么念的？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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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接着一个。啊，我做过实验。10分钟，念1000声，啊，20分钟可以念2000多声。啊，那么1个小时念6000声佛号，10个小时
六万神佛号，20个小时，12万神佛号。如果再加的快一点，20个小时够了，20个小时可以念到14万声。那么老人休息的时间4个小时啊，24小时，4个小时睡眠够了，其他时间都在念佛，拼命念佛，需要这个样子吗？做给我们看的。20个小时念14万声，不能有妄想加在里头，妄想进不去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啊，半年往生，他也是在表法，表法给我们看。真正要往生，要这个看法。偶益大师说的最好，能不能往生，决定在信愿之有无。真有信，真有愿，往生的条件就具足了。品位高下，生到极乐世界，什么是什么品位？这是念佛功夫的前身。所以往生极乐世界，一定要心愿持名。念佛的功夫深，深在什么地方？他没有说念佛多少，啊，念佛多少没说。一念十念，如果功夫深，都能到上上品往生。一生没念过佛。最后往生的时候念十声，他上上品往生，这怎么念的？啊，深心，什么叫深？清净心深，平等心更深。觉最深，啊，用清净平等觉念，上上品，用平等心念。上辈、上中品、上下品，用清净心念，生方便有余土，中辈往生，啊，中上品、中中品、中下品。功夫成片往生，这是我们一般人都做得到的啊，就像黄念老一样，功夫成片啊，来佛寺三位大德
为我们实现的全是功夫成片啊，让我们看到的。那么这样的人往生呢，是凡圣同居土，啊，一般人是凡圣同居土，啊，可是来福寺的这三个人，他们不是普通人，他们早就证得清净平等觉了，啊，应该在什么时候往生？念佛三年就应该往生。累积到92年，完全是为表法了，是为度众生的，帮助众生起信、发愿。老实念佛，那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”，要把它舍干净啊！这才能够往生净土。证得无上菩提，往生净土，化宝开化了，在极乐世界证得无上菩提果报，啊，没有这么长的时间，不受这些磨难，我们众生看不出来，我们众生看了不相信啊，在这里的时间这么久，身心健康，啊，头脑清楚，思维敏捷，这都不是凡人能做到的，完全是示现给我们看的。一句佛号有这么大的能量，有这么多的好处，你能不念吗？啊，下面举出例子，如《十往生经》云：“佛言，若有众生念阿弥陀佛，愿往生者，彼佛即千二十五菩萨拥护行者。若行，若坐，若住，若卧，若昼，若夜，一切时，一切处，不令卧鬼卧神得其便也。”我们应该相信的，佛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净宗祖师大德引《十往生经》里面的话，不是黄念祖就是一个。很多啊，《大藏经》里面有说，这个有附记的，这一部经的不知道是什么人翻译的。藏经里面没有收，万字虚藏收了，
啊，传到日本，日本人收了。日本净宗大德，我们不能轻视。他们对无量寿经下的功夫深啊，在日本无量寿经的注解有20多种，啊，好像黄连祖老居士这个集注里头就引用了3-4种啊，日本祖师的无量寿经注解啊，佛圆寂之前告诉我们四义法，阿难尊者向佛请教，佛陀在世，我们大家以佛为师，没有问题。啊，教里面确实是活佛，佛不住世了，我们以谁为师？佛说了四义法，一切为师。以苦为师，要持戒，要吃苦。四义法里头，第一个，一法不一人。法是佛说的，不是佛说的，一般人讲的，一般人讲的跟佛讲的不一样，不能行。跟佛讲的完全相同，可以。啊，第二个，一义不一语，言语说的不一样没关系，意思是一样，这个最重要。啊，有这一句，翻译就没有问题了。啊，翻译的什么？说的不一样。啊，中国的语言文字跟梵文不一样，所以一义不一语。第三呢，一了义不一不了义。什么叫了义？这一部经，这个法门，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了生死出三界，这叫了义。我学这个法门，我这一生出不了三界，那对我来说不了义啊。所以了义，每个人根性不一样，自己一定要选择自己有把握能修得成功的啊。那我们冷静思维，确实在大藏经里头，每一个法门我们都没有把握了生死出三界，唯独这一门我们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自己有信心啊，心愿持名，放下万缘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我们可以往生极乐世界。那这一部经对我是了义，华严法华般若对我是不了义啊。我们要学了义，不学不了义，希望我们快速能成就，能脱离六道轮回啊，能超越十法界。最后教给我们以智不以识，智是理智，头脑要清楚，
不要感情动事、用事。啊，依智慧，不依感情。啊，感情决定是麻烦。啊，感情后头的主宰是魔王。因为你有情，你会把它利用。啊，智慧魔王没有，智慧后面是佛菩萨。我们只要有欲望，会冲动，会烦躁，就很容易被魔利用了。啊，魔帮助你造业，帮助你堕落，这个很可怕。啊，我们用智慧，我们不用感情。啊，我们的心量拓开，能包容，能忍辱，魔不得其便，他没办法。啊，那么这部经我们得相信。我在台中学习的时候，李老师也常常引用这段经文。我们看下面这段。弥陀经里头的一段话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闻是经受持者，借闻诸佛名者，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。这个里头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善字。啊，怎样才是善男子善女人？这个善的标准是什么？就是敬业三福的第一福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个人就是善男子善女人。啊，我自己是以为自己善，这个不行，得用自己的标准，得要用佛的标准。啊，佛的绝对标准就是十善业道。啊，十善业道不容易做到。为什么我们不容易？而古人很容易。啊，古人的基础深厚、稳固，所以十善业很容易做到。啊，受了三皈五戒，他真做到了，真正是佛弟子。啊，我们现在受三皈五戒菩萨戒，都是有名无实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没做到。啊，天台大师的话，名字为重，有名无实。所以首先要把善字拉倒。啊，这就是我们最近也将近二十年
提倡儒释道的三个根。啊，儒弟子规，我们选这部书，道选的太上感应篇，佛选的十善业道经，这三样东西是学佛的根基，像树一样，树根，像一个建筑物一样，它是基础地基。啊，如果没有这个根基，佛法不能建立。啊，没有佛法，道场里头没有真正修行人，这不是真正道场。啊，至少有一个真正修行人是道场。啊，那么这个人要是往生了，道场就没有了。下头有没有集成的人？真修行的，没有真修行的，道场就没有了。啊，有名无实。啊，我们展开经卷，翻开来，常常看到。善男子善女人，佛下面才给他讲话，给谁讲的？给善男子善女人讲的。啊，文殊经受持者，这个经是阿弥陀经，阿弥陀经是无量寿经的小本，无量寿经是阿弥陀佛的大本，所以它可以通用的。啊，听到这部经，受是接受，持是保持，真干。啊，能够把这部经里面所讲的道理，变成自己的思想，经典里面所说的方法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行为，全部落实，这叫受持。啊，即闻诸佛名者，诸佛名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诸佛名。啊，阿弥陀佛是梵语，翻成中文的意思，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。啊，这个名号用中国意思来说是无量觉。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？所以它是一切诸佛的名号，总名号，通名号。啊，那么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就是一切诸佛全念到了，一尊佛都没有漏掉，一切诸佛都会保佑你。为什么你全念到了？啊，所以是诸善男子善女人，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。阿弥陀佛护念你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护念你。啊，那么这一部经，阿弥陀经、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，这三部是同一部。无量寿是细说，阿弥陀经是简说略说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便于你做早晚课用的，简单明了。十六观经是讲道理，
念佛法门、念佛成佛的道理，以及念佛的方法，啊，里头有16种。念佛方法无量无边，归纳16大类。啊，念佛的名号是第16观，16种方法最后的一种是持名念佛。啊，所以3经是1部经。啊，我们今天取3经当中的《无量寿经》作为主修，为什么？它是概论，它是细数。啊，文字多，经比较长，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，帮助我们断疑生信，帮助我们愿力坚固，啊，不会动摇，这就帮助我们往生。啊，那么是这些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。是故念佛人有40离光明诸身，魔不能犯。啊，真正念佛人，那我们就能想到，像来福寺这个小庙，有这么3位真正念佛人。啊，来福寺的周边40里，有佛光烛照。啊，这个地区不会有灾难，不会有卧鬼卧神不敢进去。啊，摄王神经里的说，25位菩萨常住在这个地方，保佑。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么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都有真正念佛人，这菩萨能照顾得来吗？能。菩萨能分无量无边身，他的分身管用，不是不管用。啊，要知道我们念佛的人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特别是现前，现前所见的佛全是佛的化身。啊，这些诸佛，这些大菩萨都是化身大士，都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，我们无法想象。我念佛25位菩萨我看到了，你念佛25位菩萨你也看到了，谁念佛谁都看到，他们这些人神通广大。啊，千万不要疑惑。啊，疑惑我们就上当了。为什么？信心不坚固，魔来扰乱。啊，心不清净，心有怀疑，把魔找来了，佛菩萨不能现前了。啊，为什么念佛人会有魔障？啊，冤亲债主很多，
主要就信心不足，常常怀疑。怎么治这个病？经教能治这个病。啊，还有怀疑的，多听经，多读经。这个经念上一千遍，念上一万遍。我常讲注解，看三十遍。经读上一万遍，你的疑惑就没有了。为什么？明白了。真搞清楚了啊，功夫就得力，自己有信心，决定得生啊，没有生之前自己有信心，佛照顾好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